Quindi ma non ci più.你妈能去看看？啥子你妈司机啊？吃上了嗦？你妈去三十四哟啊！吃上了嗦？24小时哈，哦，这是公司规定的哈，国家都允许了的，你也可以不买。啥子你妈司机啊？说清楚。 说清楚，麻辣啤酒给老子，老子不给你，老子图你妈狗屁，麻辣啤酒，最多就是二十一碗，晓得不得？瓜婆娘。哎，对不起啊哈。回到我道歉，在哪儿买？妈的，啥子啤酒啊？对不起啊，孩子小，你原谅他哈。